你还没有留做麦事哦。泰哥，我记得你好喜欢吃拉面，你每次煮拉面时候，可不可以煮埋我一份哦？你要咩嗌科先啊？做埋做二款，以前我喺做边二 C S， 要讲狂蚀啦。咦？喂，人用讲咗好中意啱喎。但系危险我下拜二做拉咩时候咧？可唔可以唔可以印上 post Facebook？ 因为挨条看到相片，挨条有杜拍我嘅。嘿，听我讲。每次我读白屙时，我看到厨房的拉面，我最后点信息唔爆，唔爆，你是唔爆你条命嘅气咩？我知道你唔信，我知道你穷嘅气，但系你实际拉面嗰样可以应付而查吗？唔啱咩 ？Sorry 咯。